本期讲解一个实操项目，每天半个小时操作，简单拉新，轻松搞钱的项目。这个项目从测试到现在大概做了一个月多点啊，基本上现在原版是上个月就打算录出来的啊。作者的话遇了点事儿啊。向上收益虽然不多，但是胜在简单不费事，每天半个小时操作，不管有多少，每天都期限啊。大家看看，除刚开始做一些任务外，其余都是来自拉新的收益啊。拉新的收益就是非常简单，让别人给你赚钱，拉新越多赚的钱越多。这是每天，大家看看，这是自己做着收益啊，赚了100来块钱。这是拉新的收益，1000多块钱、啊、还是拉新赚钱比较好，每天能赚个40来块。大家看，每天都期限，资源好，刚起的46啊，100多、50多、20多、10多、40多、30多啊，是越来越猛的，越来越猛啊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这是整套教程。包括这个平台，啊，这个思维导图，下载 B 站的视频下载器，实操教程啊，实操教程讲的非常清楚，收益图，刚刚看了一些收益图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一个简单拉新啊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